视频，野外浑浊的河里竟然钓上了一块大金砖，看这重量至少有40斤重。就在寻宝人以为足够好运的时候，接二连三又钓上来10块大金砖，并且经过寻宝人检查，这些金砖都是真的。这河里真的捞出大金砖吗？买了50把，到手一套枪支，打开看看啊，一块磁铁，一根绳子，一个挂钩，这个可是强磁啊！要是真的可以捞出几块金子，不就发了吗？主播想直接开捞，先给大家看一下他的心理啊。 我心里确实可以啊，旁边就是河，咱们直接开捞。第一下啊，如果河里捞到了金条啊，在座的各人一人一块。怎么啥也没有啊？这次扔的远一点啊。这次也没有吸到，难道是这个地方不行？咱们再换个地方。最后一下了啊，果然还是啥都没有。 哦，不对，终于有收获了，波波的金子，这个烂螺丝钉。兄弟们，你们家附近有没有历史悠久的河，让师兄去捞，捞到了一人一半？